Soy cream 烤炉，烤炉是一个代餐。烤炉有两种口味，原味和橙味。烤炉的主要成分有大豆、洋车前子、多种水果蔬菜。大豆的蛋白质可以帮助肌肉生长，进而帮助身体燃烧脂肪，加速脂肪分解过程，从而帮助减轻体重。烤炉含有洋车前子和多种水果蔬菜的纤维、非水溶性纤维及有助于控制体重。现代人都向往美丽和瘦身，但不正确的减肥方式将会令我们赔上健康的代价，这是很不值得。烤炉结合了丝豆、千鱼和多种类的植物成分，富含蛋白质、纤维、植物营养素和抗氧化剂，令我们能够轻松瘦身又能够维持健康的身体。所以烤炉是一个很完整的代餐。每一日我们都为了食而烦恼，早餐醒来不知要食什么，我们可以以烤炉来代餐。午餐，夏天天气炎热或者冬天天气寒冷，不想外出用餐，我们可以以烤炉来代餐。晚餐，如果不想吃太饱，我们可以以烤炉来代餐。一般性的代餐都有很浓又很重的涩味，很难入口。烤炉的口感非常的好，原味就似 cappuccino， 饮完一杯之后还齿颊留香，橙味带有很清橙的香味，令你回味无穷。